全副武装伸展筋骨骂总统的心情看起来比阳光还阳光。但北市府大巨蛋调查报告出炉，以图利罪将他移送调查，总统的心情真的不受影响吗？北隧道呢是由天然景观和古迹，好，大家准备出发哦，准备哦。你有独立厂商吗？你有独立员工吗？同学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来拍。行政，你放心。好。用力点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北市廉政委员认定，马总统在任职北市长期间，经手大巨蛋开发案，土地开发商远雄市政明确建议北市府要将总统移送法务部调查，并与远雄解约。他北市府说要帮你移送那个法务部，行啊，我知道你会讲到这个问题，他觉得是政治迫害嘛。我们昨天都已经回应了，想到心情吗？你要什么？影响心情？心情？我跟你说，我要不要抓蜻蜓？没有，不会。自认依法行政，还能开开玩笑。马市长一派淡定，但另外一位前市长已经看不下去。柯市长不能躲在廉政委员会的背后放案件、放冷箭啊！这样一个用黑机关进行政治斗争，我个人不耻。柯市府扬言，马总统后的调查目标就是郝龙斌。郝正莹八号深夜临时发通知，九号公开行程有话要说。开口前，脸书po文先开炮，质疑联委会是体制外的黑机关，没有调查权和公权力，并暗指其中负责大巨蛋民进党中执委洪志坤、辩案律师郑文龙、谢长廷前助理律师袁秀慧具有明显政党色彩，欠缺公正。廉政委员会所有的成员，他够不够专业？他有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，甚至包括到底有不法的事情，是不是能送法务部？法务部根本不是一个侦查机关，连这样的基本常识都没有，他怎么够资格来做这些评论？现任的总统哦，说他遭到政治破坏，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是有点啼笑皆非的。报告是我换了没几页，发现那个实在太复杂了，所以就睡着了。我自己要先读一读的，然后等礼拜一哦，找法务局的财政局，我们自己内部再检讨一下，再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处理。联委会还没射箭，郝龙斌先震怒，拒绝指控，扬言提告马郝两任前台北市长联手硬杠柯文哲，坚持清廉底线，不容置疑。记者郭向宏、安森律师小组采访报道。